今天来个爆炒双头炖的教程啊。第一步的话，先把它清洗一下。下一步的话，起锅烧油了啊。第一步，起锅烧油，葱姜蒜炸锅，把它爆香一下。下一步的双头炖下锅，干红辣椒放上一点，放一点料酒，放一点低醋，把它翻炒一下。盖上锅盖，焖个几分钟。打开锅盖，出锅了。有没有食欲？我都闻到香味了。准备开灶了，满满的一盘双头炖，开灶。好肥啊，超级鲜。